原标题，签完慕尼黑协定的希特勒，走路带风，嘴角微翘，心里骄傲。今天为各位读者朋友们分享的这一组图组，是来自于二战前夕签订完慕尼黑协定的希特勒回到柏林的老照片。通过这一组照片，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中所留存下来的影像。1938年，希特勒以强硬的手段威胁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地区，为此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与英法展开了外交会晤。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的独裁下选择了支持德国，而英法为了避免自己的国家卷入战争，从而在张伯伦和达拉蒂的妥协下出卖了自己的盟友。在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参与会议的情况下，同希特勒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。在该年的9月29日，德意英法四国在德国慕尼黑元首大楼会谈。在会谈的过程中，希特勒宣称这是他和德国对欧洲最后的要求，并在墨索里尼的声援下，不管以威胁的口吻告诉英法，如果不同意德国的提议，那么将使英法主动挑起欧洲的战争。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蒂为此在会谈中选择了妥协，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完全没有参与决议的情况下，将苏台的地区全部割让给了德国。张伯伦和达拉蒂在会谈中受尽了希特勒的威胁，但是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时，却被当成了让自己国家免于卷入战火的英雄，一下飞机便受到了自己国家人民的歌颂。而另一场狂欢秀是在德国的柏林，当希特勒带着慕尼黑协定返回柏林后，他的拥戴者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迎接秀。当他走出车站时，举止神态都充满了骄傲，因为在1938年，希特勒已经带领着德国兵不血刃地吞并了奥地利苏台德地区，完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走向强盛的壮举。可是在这种崛起的状态下，是希特勒野心的滋长。也正是因为希特勒的这种野心，在未来为整个德国带来了数之不尽的灾难。照片拍摄于1938年，希特勒签订完慕尼黑协定返回柏林，沿途受到了德国人民的欢呼，希特勒的野心将在之后完全暴露了出来。而这些照片也成为了纳粹德国在二战前夕的恶魔狂欢秀。照片拍摄于1938年，希特勒签订完慕尼黑协定返回柏林，沿途受到了德国人民的欢呼，希特勒的野心将在之后完全暴露了出来。而这些照片也成为了纳粹德国在二战前夕的恶魔狂欢秀。照片拍摄于1938年，希特勒签订完慕尼黑协定返回柏林，沿途受到了德国人民的欢呼，希特勒的野心将在之后完全暴露了出来。而这些照片也成为了纳粹德国在二战前夕的恶魔狂欢秀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